所说，甚深难解，是如来智慧门，当然就包含菩萨的慈悲门，两个都是如来师。那么现在要进如来师，第一道门就卡关了。佛不是我，我不是佛。佛是释迦牟尼，我是张三，也不是李四。这个为名所害。我们学佛人呢，都深深的为文字以及名字所障碍。这个障碍呢，导致不能得佛护念。假如佛是释迦牟尼，我是张三，我怎么能够得佛护念呢？那佛的慈悲就不广大。我是张三，他就不给我护念；我是释迦牟尼佛，他才给我护念。应该是这样子，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桥是桥，路归路，那么是自外与佛海之外。佛海虽广大，但是不能容纳于自外之人。如日光虽然普照，但是我在日光下，我用一个盖子把自己盖起来，我说我会怨天怨地。大日不是普明普照吗？为什么我今天在12点的太阳之下，我照不到阳光？你们太辜负我了，天地也辜负我，太阳也辜负我。其实你什么时候把盖子盖上，可能你自己忘记了。现在假如说太阳就是你，你就是太阳，你也会怪说怎么可能。如来就说可能啊，你把盖子拿掉，太阳光就普照了吗？这重新得入也很难。你说一心观佛，8万个菩萨要自己当作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本身，8万菩萨是机身。不然怎么叫方便呢？我问你，没有方便，怎么得究竟呢？本经不是说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本，如是末，如是本末究竟吗？你只求本末究竟，你却不想得到方便。方便门开，不就是一个把捆龙锁的套锁解套吗？就是叫你在太阳光下要得普照，把锅盖的盖子拿掉就好了。为什么要当隐形物呢？所以我们不怪日光普照，唯怪自外与日光之照。佛海广大，不能容纳于自外之人。好，方便得入，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要入如来室，入的就是如来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业感缘起，而业感甚深。而业感是由阿赖耶而来，所以必须要知道阿赖耶缘起。而阿赖耶就是宇宙根深万物的本源，叫含藏识，犹如虚空含山河大地。而第八阿赖耶含一切宇宙人生的根本种子，而人生的根本种子都由于业感而起。所以业感缘起，
于奈也缘起，就是如是相。而阿赖耶中的如来藏，就是如是性，也就是一切诸佛法海的本体，就是这一个性，叫如是性。性就是理，叫理无碍法界。而这个理，从我们的地狱恶鬼出生阿修罗天人，然后阿罗汉辟支菩萨以及诸佛如来，合为十个法界，都以这个性的本体为理。若万法无性，那就没有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性就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如是性如是体。而这个体呢，叫体实体甚深。而这个性呢，就其意甚深。其意甚深，还这个深还不够，而大而方而广。所以是方便的方，就是举，是与一切方所名之为方便，名之为方。圆无尽，名之为变，变就是微妙。大而方而广，名之为局，名之为方，就于一切方所，因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呢，只能用大方广来名之，所以呢，叫做难解难入，所以名为秘密。这个就是九末思要的根本法门，也叫第一稀有难解之法。现在假如我是声闻，你要我认为我是释迦牟尼佛，我一万两千声闻就释迦牟尼佛的机身，你叫我如何信呢？这个是如来的知见方便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你不跨越这一步，你无由得入如来的智慧门，你只能入到菩萨的慈悲门。那当然都是如来士，那真正的如来士不叫阿赖耶，也不叫业感缘起，他叫做如来藏。已有如来藏，所以故能迅速成佛。已有如来藏故，所以呢，但入于寺庙，一称南无佛，世人皆已成佛道。以发明如来藏之故。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如来世间方便波罗蜜就是如来智慧，如来智慧就是如来释迦牟尼跟张三跟八万菩萨法身大士跟一万两千声闻，这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名为方便。那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原来这八万个菩萨一万两千声闻跟如来放一毛孔光照东方一万八，那个一毛孔的光就是各位的本身。释迦牟尼也以这个为身，八万菩萨也以这个为身，那一万两千声闻也以这个为身，在场有无量无边他方世界来的天人八部，那都是以如来一毛孔的光体为本身，那这个叫究竟。刚才是方便，刚才说八万菩萨是如来释迦牟尼的机身，一万两千是声闻是如来的机身，而释迦牟尼是他的本身，这还是方便说。那么现在说，原来一万两千声闻八万法身菩萨都跟如来那一毛孔光
是同一体性，它就是你的性，而没有两个性。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没有两个法身。那现在指的以如来指，指如来月说一毛孔光照东方一万八千世界，那个光超日月光，超日月灯明的光，超南师之光，它就是法身体，没有错啊。而人人都共同具备这个法身体，这个叫做开如来藏。也就是说告诉你，阿赖耶缘起虽然能够塑造整个法界，整个宇宙跟人生都来自于阿赖耶，但是阿赖耶就是那个相，如来藏就是那个性，就如是相如是性，开了真实门跟方便门。所以呢，我们以相为教，以性为理，没有理是没有这个教的。所以教理行果，这个行是根据教理，而教是根据理，理是十方诸佛的网目，理是十方诸佛的法界本体。所以叫诸法从本来，常自即昧相，就指这个理，也就是宇宙万法本体的理入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现在要入如来世，传如来义，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如来世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啊，如来世啊，是藏在阿赖耶的甚深的大海里面，而阿赖耶如矿，如来藏如金。那么现在这个金呢，若不开如来的方便之见波罗蜜，叫做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则不能得到阿赖耶里面的金。那不能得到阿赖耶里面的金呢，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若能从阿赖耶里面的太矿成金呢，那阿赖耶本身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说，得如来制药的秘授，教菩萨法，如来教菩萨法，而菩萨法有独得之秘，就在九末施药，就方便了如来藏，就开在阿赖耶里面，如棒而含珠。那棒就是阿赖耶，珠就是如来藏，本来是一体。为众生落在轮回，唯见阿赖耶，不见如来藏。唯见一切皆是矿石，到处没有真金。那么得菩萨得如来真实教化，远离从佛口生，得如来的法义从法化生，就发现里面阿赖耶遍处是房心，这样的九末施药啊，也就是说开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要发现呢，垢衣里面有夜明珠，是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发现，所谓的垢衣里面的夜明珠，原来是轮王顶上的顶上明珠。所有的轮王若顶上没有这个明珠，则不能为转轮王。所以呢，得真实者就得垢衣明珠，得垢衣明珠则得轮王顶上珠。而这个顶上珠呢，
埋没的时候你就跑到眼里面，啊，发现的是从眼里面跑到顶上，就显现轮王的威力。那轮王失忆的时候，明珠自没，就塞在他的眼睛里面，就第三个眼睛，把第三个眼睛塞起来。所以啊，我们发现如来藏要有第三个眼啊，那这个是如来的智慧吗？是如来的知见，方便知见波罗蜜。若无此方便，若不开这个门，一切众生将要坠于阿赖耶的苦海无边里面。而不是到阿赖耶的苦海里面呢，尘劳山有功德宝，烦恼海有智慧珠。烦恼海就是阿赖耶，功德山就是四种安乐行。以菩萨得到如来的智慧，就生大慈悲，故有智慧行跟慈悲行。那么如来受菩萨的命要，是根据如来的智慧。我们说过，就是一切种子萨婆若海，而一切种子呢，它的得来的意思是如来有清净智、自然智、无私智。无私智是无私能传的，而如来得自证之密要，就没有任何法师、佛师啊，这个阿舍离师，这个声闻师、辟支佛师、菩萨师，是无有任何师能这样，叫无私之智。那自然之智呢，就普遍的存在，就成为如来的妙观察智与平等性智。我们怎么说？它会有清净智跟自然智。我们先说自然智。从此以后呢，我们将要有灯室、内室、密室之灯，以黄蜂里面的灯，有这样的微名啊来说，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第一个，一切众生原来以如来的大光明本体为本体，也就是如来所放的一毛孔光就是法身，而一切众生无不来自于这个寂灭的法身。这个法身虽然如来从定而起看不到光，但是要知道我们都生活在那一道光里面，就像一切众生就生在月光、日光的笼罩之下，没有一切众生没有离开日光跟月光。那么现在如来从定安详而起，看不见光，对不对？那些众生的知见所使然，那如来知见则不然。所以啊，我们说自然智。自然智有两个，一个是本来有智，所以然也，这是一个。第二个自然智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己灭相，是什么意思？叫本来无智，所以不然。这开了这样的两个自然智。那自然智不是佛独有吗？清净智不是佛独有？如来得到了独一的这个清白梵行，纯一无染，清白梵行。那这个纯一无染的这个清白梵行，就是自然，就是清净智。但清净智是自然智之所显发，而有如来的无智。
如来的五智就是一切众生的生老病死，以及见思恶惑、恒沙惑及根本无明惑之所显现的。若没有三种惑，则没有如来的五智，就远离阿赖耶，则没有如来藏。是故一切众生皆有自然智，而不止不见不触不法。就刚才说了，本来有智，所以然也，就一切法皆有自性。那本来无智，所以不然，就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自性要证什么呢？要诸法常无性，要佛种从缘起，这才是微妙。诸法常无性，所以本来就是寂灭，就是如来会放光，那个光本来是寂灭的。你现在诸佛释迦牟尼从定而起，你就看不到光，那是一种邪见。光还在，那是你的分别心的关系。还有你看到如来从定，这就见到了啊，见到就是光，如来放光出口，所以你看到了。你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也是放光啊，释迦牟尼佛开口就是放光，你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你在放光，跟那一毛孔光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呢，却不能自理，不能自知，因为不知道有两个心，一个是本来有智，所以然也，本来无智，所以不然也。不然就是诸法常无性，要靠缘起实得才能显现，要靠断无量亿烦恼劫，然后呢，一切佛种才能得缘起。因为他本来常无性，本来无智啊，所以不然也。若我们想想看，汽油没有性啊，但是缘起就是一把火，它就燃着了。那这样的本来无性，我们要了解。但是本来有智，所以燃也是什么呢？因为啊，地球的运转，所以才有春夏秋冬。这本来有智，就来自于地球跟太阳的不转。太阳也有自转，但太阳是不动，名为恒星。我们地球自转，那这本来有自，所以然也。那众生何独不然？众生依如来的佛性而成就，那如来的佛性而成就，所以众生会做杀盗淫贪嗔痴，是依他本有的性。但是本有的性并不属于贪嗔痴杀盗淫。贪嗔痴杀盗淫是有种种的缘起，而这个缘起众生不知道缘起的厉害，就身着其中，所以不能自解。所以第一个解，现在知道释迦牟尼佛就是我张三，我张三的如来使者原来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是我的本身，我张三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机身。